干，我已经好久没吃鸡了，打排位。我上一次吃鸡是前两天比赛，那排位都好久没吃过了。没上影片是第一个没吃鸡嘛，第二个我觉得影片的内容都长一样，主要是这个版本来来去去是那几套阵容，我每一套阵容吃过鸡的话，我就不想再发同一样的题材了，你懂我意思不？山海真行，但我做清净还是做电刀？感觉清净吧。大剑在法阵早点消化是好事情。我不想在法阵看到太多大剑，一把就够了，两把就是太多了。两星，两星就两星吧，我也没办法。两星有什么办法啊？贴虎啊！啊，贴虎午夜虹吸啊！我们能干嘛吗？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他刚刚说不能铁头，干你老师嘞！选个赌狗阵容还能不铁头啊？你们就是看影片看一半不看一半的。你们不要再讲你几分这几个字了，我这边没有资格讲这几个字了，讲的好像主播很高分一样。你几分了，真的是笑死人了，你几分，我几分了。喂阿华，我在等你吃鸡要睡觉，赶紧的。不是啊，我们找不到第三个队友啊。我现在跟连世成就是在拉扯，在风筝对方。他看我结束了，然后他又不想等，你懂吗？不，他结束了又不想等，然后看我又好像还没那么快，要打一把。然后我结束了，我看他又在打，我又不想等，我又开一把。他结束了，他跟我就在，他又不想等，他又开一把。这个轮回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啊！啊，一胜一败。阿华，我玩完女鬼桥二了，快被吓烂，可以称赞我吗？你也太弱了吧，文武哥啊！很多人说女鬼桥根本不恐怖啊，你还被吓到，太逊了哥啊！没有办法称赞你了，弱者 ，loser， you just a loser。还上五仙，五仙应该没比较强，没前排这样。哇，又赢了，究其一胜一败。阿华，你玩我就抖你五美，我把五美还你吧，别玩了。我把五美还给你吧，别叫我玩了。哇，这三件装备能不能不要走啊？我好需要啊，这三件。哎呀，感觉左一不该卖，我都去上啊，这边拉六，还是要拉吧。
这么痛啊，伽罗，4300。拿一吧，我已经有一个了，两个头盔，我们在这个阶段顶一下，感觉看上去还蛮猛的呀。等等，再拿个水滴做电刀，没有的话就做红 buff 嘛，蜡石红 buff。虽然它有降治愈，但是感觉红 buff 还也是可以做，过渡一下。安肯吉站开在旁边，可能会好吧，可能会比较好。多点 AP， 那个盾也大一点。哎呀，阿雄你在干嘛？不要啊！哇，还好，还好，刚才是我们赌那个啊，赌伽罗啊，三星伽罗感觉很强啊，有没有这个搞头啊？我怎么还没看到贤者？哎，你真别开玩笑，我拿到这个真去赌了，就顺便滴着滴着就可能就删了。可以，我们这把就赌伽罗，也不是硬赌，反正就是。这一张永远都不会卖，等等上八就低着低着应该会出了。摩甘娜就捡垃圾吧，摩甘娜，看有什么垃圾给他捡一下吧。哦干，哦干，哦干，哦，安全帽戴好了哈。完了，怎么感觉被基亚娜偷袭了？你别滑进来呀、啊！哦，好晕！哦，帅！坏！哎呦，我去！哇，这波好关键啊，这波。有没有同行啊？这一把，这个是凯莎、决斗、毒狗、辛朵拉、凯莎、辛朵拉、辛朵拉、独家。也不算独家，因为凯莎会用到这两张，有点难搞。我有这个海克斯，下一把好啊！我打完这把，打完这把刚好。你等我吧，你不要再开了。等等，你开了，我结束，我看到你在游戏，我又开了。然后我开了之后，你结束，你又开，我又开，你又开，别再开了，你关了。好，你别开就好了。如果是女的话，再说呗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感谢文武哥。
不是我那个神谕者在哪，哥们？不是神谕者，那个叫啥来着？不是神谕，不是神谕。水滴，不懂就问，能不能上酒？我没有贤者啊，我没有贤者啊，没有贤者很夸张啊，没有贤者。哎，刀妹也没屌用，刀妹还是刀妹可以留一下。等等，什么九五贤者有没有？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有 AD 装备也是给悟空，跟刀妹没关系，拜拜。射他！好射好射！凯莎留一下吧，这把好多凯莎，这把应该是30000加凯莎局。老实说，这个魔棒我不想再做头盔了，我想留个鬼书啊。虽然加罗有鬼书，但是效果不是特别显著啊。你觉得呢？塞勒斯的盾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厚啊？一开始我感觉真的是可以让他单顶耶，好厚啊，三个皇冠，75%，75%，75%，答应我这两张卡到底。喜欢玩凯莎，喜欢玩斗射，让你们射不出来，妈的嘞！喜欢玩凯莎，我的摩甘娜在哪里呀？为什么没有摩甘娜？哇，这个盾，我吃了两发星罗拉伤害，完全没扣过血。吃不下去啊。你娘小丑。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塞勒斯单底这种干话了，妈的嘞！顶你个肺啊顶！坏。没有降智玉哎，不给摩甘娜，给摩甘娜半后排充电。是有没有人听到？
好好好好好，要这样玩是吧，发牌员？好好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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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就继续给我对上没关系。我就不懂外面30加凯莎，为什么我还能一直滴到凯莎，不是滴到我想要的四费卡，还输给镜像了。好好好好好，真好真好。行了，我不卡了，我不卡了，我不卡了，我不当恶心人了。我猴子呢？其实我很想找到一个猴子。没关系，你就打打打。凯莎，你再来的话，你买菜必涨价。问题来了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这样吧。这个给谁啊？都给摩甘娜吧，好吧。给伽罗，哼，还能给伽罗？没关系，你也不要被我浪费。啊，喜欢吸？喜欢在那边吸我？不懂就问低不低？怎么上十啊？要64块，兄弟！你们知道64块是多贵吗？我知道我有贤者之路，我在看你们有没有在认真看，真以为主播是傻逼憨憨啊。这台主也只剩一张嘴了，莉莉。来个偷偷吧，给猴子来个偷偷，猴哥缺偷偷，猴哥没有偷偷。我觉得猴哥没有资格拿装备，猴哥没掉。赛日是追不了三的，这边有两张哎。他是赌那个，哎呀，还是等他死，他51滴血，等他死，哈哈，等他死，我先死。哇，他居然跟我说死不了，牛逼！讲出这番话的人多么大的勇气，我被你的勇气给震慑到了，我觉得卖了，我绝对卖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发现我好像这辈子都打不过辛朵拉哎。老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辛朵拉打死了？我再把你打死 ，OK？ 耶，终于不用摆最第三排了，好开心啊！一滴出两星猴子加里奥跟雷文，两滴出猴子雷文加里奥，三滴什么都没有，给他吸我吧，好吧，给他吸我吧。放后三排，不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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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想让赛特走太进来啊！我不想贪那100滴血，让后排有危险。因为你赛特，因为我放后三排，那赛特走过来就是再走两步，然后就一个爆摔，我后排就没了。哎呦，干你娘嘞！
他好会吸啊！干他那个六名翼的斩杀太屌了吧！我打不过这一家、啊。我想到我等等的摆位了，我要塞的是丹顶前排，然后其他人站后排，我是不是天才？兄弟。来！哎呀，我失误了，我应该卖奶妈，把奶妈装备给他的，青龙刀应该给在他身上的，这手不够细啊。起码青龙刀拆出来给瑞空都是好大提升，给奶妈有点多了。哎，我有一种，其实我感觉我这把可以吃哎，不知道你们怎么看？我觉得这把是有机会吃的。我都拿搞两星，无改。啊搞，就差个雷文了，雷文还没二，雷文没二伏笔，这雷文二的是大提升。我要对两边的位置，这边要对一家，这边也要对一家。我两家都要赢，我对了赢不了他，他有点强。其实我真的感觉我有机会吃哎，我越来越强了，我还有提升，我两星雷文是大提升。然后这边他有没有追什么三星四费？看一下，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大家都没钱追了。打这一家应该给谁啊？偷谁啊？应该给谁偷偷啊？猴子吧，还是瑞空啊？感觉猴子吧。哦，好偷！不留毛逼，七杠一，你还叫我留毛逼画画，兄弟，你有什么居心啊？妈七杠一还画画，我把你丢上去算了。坏，没打过，我不会被一波了吧？别啊！哎呀，没死！光头王死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光头王没了呀！哎呀，刚刚奶妈又没抓到，又没换，哎呀，完蛋了 ！What can I do? What can I do? What can I do?哇干这塞勒斯。喂进去烫他一波上啊猴子啊狗转他老母转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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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